各位早晨，欢迎收睇一节天气，我系蔡子晨。琴晚到今朝，广东沿岸都系受到一股东北季候风嘅影响，咁所以去到今朝早嘅七点钟，可以见到市区嘅气温就喺18度，而新界普遍都系再低一两度，得翻16、17度。咁所以大家今朝出门口翻工翻学嘅话，最好都系着翻件外套。至於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我們看到雖然香港以南的海域和在廣東內陸地區都有一些雲帶覆蓋著，不過剛剛好就在廣東沿岸香港附近的天氣就相對好很多，所以我們今早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看到天上面的雲不是那麼多，我們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都會不錯，我們預計將會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溫就會上升到23度，會吹著和緩的北至東北風。咁至於嚟緊嘅幾日啊，我哋預計啊，東北季候風將會持續影響住華南，咁所以嚟緊嘅幾日天氣變化就唔係咁大。我哋預計喺未來一兩日，朝早就清涼，而日間咧就係和暖同埋乾燥嘅。咁一節天氣講到呢度啦，下次再見。